和你一起做的第十七件事。OK， 同学们，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吗？撕名牌，撕名牌，撕名牌，又撕名牌，又是暴力游戏。也撕了。啊？啊？我没抽啊。没有啊。这次为什么是动物？猫儿。这什么东西啊？狮。二。狗。象是什么东西？老虎。你这个是牌子后面有一张小牌子。你这是不是也有？哦，你也有。摸一下你的手感。我是农民。怪不得苏教刚才一直在摸。从前，森林里住着一群小动物，他们邻里互助，相亲相爱。直到有一天，黑暗魔法从天而降，遭遇毒气侵蚀的小动物们失去理智，在黑暗魔法的控制下，每天固定时刻被放逐的动物们就会互相残杀，只有以对方的死亡作为战利品，才能为下一场决斗赢得生存的机会。往日祥和的森林俨然变成了决斗场，直至今日。随便找啊，下午才上完体能课。哎呀，什么信号？哎，去哪儿嘛？耶，这是啥？不要老想着打打杀杀，要想着怎么得过且过呀。三、二、一，开始。Hello。你好，我先不撕，我先不撕，我不撕，我都不。我们去找玉涵吧。走，我们去跟他玩一玩。遇到五在五岛山。那线索在哪儿哦？嗯，找线索。这不是有线索吗？在放哪？线索？这真的有吗？看看垃圾桶。苏笑里有。我过去了个人好像。我读这里面有。应该不会。张吉，你不得把衣服脱了啊？你不得把衣服脱了？很冷呐，等会湿的时候你们跟我讲一下，我再脱。张吉穿了，那我也必须穿。好家伙，真男人要敢面对，知道吗？来，什么？给你都不要啊！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是出来玩套，我不是来撕名牌的。你是撕我，是我没想到。我看会儿吧。哎呀，我杀不了你啊！你想？不，你要撕我，你就好点撕，你不要跟我上对抗。好，撕了吧。这总好能挣啊，就很简单，杀不了。哎，是啊，我想听那个波。我想听谁谁谁 out。
我也想听播报。谁来帮我找一下呀？啊，苏信浩，为什么穿件衣服呀？张吉穿了我就穿了。哦，张吉衣服没脱呀，老师。不，等一下，直接穿羽绒服。不是我说，到底哪里有线索？线索在纸上面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哎，我们去这个去那儿蒙蔽的地方，这太明显了，那儿蒙不住。淘汰指令线索卡，象的弱点是耳朵，所以他们指令是被扯耳朵十秒钟。象。哎，老师，我如果不知道他淘汰动作是什么，我把它撕了怎么办？这怎么连过去啊？那我不是现在可以看一下身份？对啊，你能撕掉吗？我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啊，我先去撕一个，我先去看一下张吉。孙渊，哎，你找到了吗？啊，我要找你呢。你找我干嘛？对，我让你把衣服脱掉。睡觉啊，找到没有？没有，找什么？我找到张吉。不，我说找到了。怎么你也把衣服穿上了？他穿我就穿他。你找到没？你帮我找报纸，我先和你联合一下。你帮我找报纸。不是，这啥也看不到啊。主要是报纸，我可以撕了的。我们先不走那么近，张吉过来。为啥呢？左航，左航，左航会穿衣服，可以信吗？左航，你是不是胖子？他是胖，那你咋？那你淘汰他了吗？我可以淘汰。你帮我找个报纸。他是包子。对，你帮我找个。你可以找个。对。你刚帮我找个，那你是鼓哟？对，我找个豹子的。豹子怎么穿？你是什么？我吗？对，我比你小，如果你比。有线索吗？这个我输了，这个没有。我都输了，我感觉。这是什么乱的？左航。左航将，皮夹撕了。没名牌啊，我名牌的。你找到你的没有？我没有找到，我也没找到。哎，不是，真的有吗？我觉得没有，我也觉得没有。你是象，我是丹尼尔，你是狗，我可能不是，但你是真的狗。行将，找不到、啊。但是这种把衣服穿上就很狗。那一个都没找到。快啊！我们现在睡在这儿，你们俩快点把衣服脱了。冷啊我！你的快把衣服脱了。我里面就穿了一件。公平竞争。我很冷，那我把这个脱了，我重新穿一件。可以，你把穿外面。走。不是。那些社会上的小娃儿是哪个层的哟？想给他拿一个线索，合作。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象，现在鼠我觉得应该没有放出来。孙亚，你是找到没？你找到，这里面一个人没有啊？你是什么？我是比你小，我是比你小两个。
那你可以，那就没事。对，所以我刚追，我刚躲起来，所以刚。主要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啊！都翻了我。真的有线索吗？OK， 我们来回忆一下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刺激性的血，所以他将风油精涂在脖子上。风油精，风油精，我感觉好像我们那个有一个拍照是那个风油精。OK OK， 这个道具是谁提供的？不知道，等一下，卡片旁边有吗？啊，卡片旁边有道具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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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整一点，不然他们不相信。玉涵，怎么藏的呀？我是认识一个东西没看到。玉涵，我听到左航有事。嗯，听到左航有事了。是了，但没有动作。没有动作。啊？没有动作。哦，对，动作。哎，我杀左航是不是需要动作？时间还剩五分钟。时间还剩五分钟，谁说的？不是，这一个线都没找到啊！我也没找到，我天，我的柜子你们都翻了。那你今天可就惨了。人就得想点方法来给自己寻求点帮助，你知道吗？他看到这个东西，假装我在讲解看不到对面苏信号在翻东西。怎么还没看完？不是，我在等苏信号看完，你可以拍一下他。我在骗他的视角。他还没看到我，好像看到了。喂。我劝你不要乱动好了。我是真没想到你在对面。你是豹是吧？啊，你是豹，鱼还是虎啊？你找到什么线索没有？关于鱼涵的？
因为我现在没对你，我就是我现在不想撕你，因为刚才是我就去硬一仗，因为刚刚他们都在。不想撕我，你是能撕不了我还是？我撕不了你，我怎么可能撕你？因为我能撕的人在其他在那三个里面啊。你现在你手上有余杭的线索没？没有，没有，没有。哪儿有闹？找不到我。反正做不了你，祖航。你也输不了我。找不到。别干啥子，找到没？我在找线索。找到没？我在找线索。那你干啥？啊？是不是保我？我在找线索。你找到我了吗？再跳的还是死你了哈！死不了我。死不了你，你很强啊！看你还是走开。你肯定有。我没有。绝对有。没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没有就没有。这个游戏没有真正的君子。你今天就遇到了，你今天就遇到了 ，OK。自从上回玩了之后，再也没相信过君子了。你今天就遇到了，看一眼，不用看，不用看。为什么？真君子，真君子，不用看。可以啊，不用摸一下，不用看，我就不往里面。不需要。你年轻人浮躁得很，非要来试我，就不能给自己上点强度吗？专门来找这些没干的事儿，专门来找这些简单的事儿做，真的是。老师，话筒给我们，我们来播报两句。我们播报谁 out 了？好，好。我们说谁？我们说左航。刚才左航一直没出现。out 了。他应该咋的？啊，左航怎么说？淘汰。少说点。已被 out。你直接说 out 吗？ Okay, 已被 out。out。OK。身份。师。OK。就这个。OK。你说。左航 out。身份师，左航 out， 身份师，这个播报也太不准了吧！想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流通一下。左航 out， 身份师，他淘汰了？没有，没有一个人撕的吗？我们，来，我们自己写，左航。What？ 这有点乱。我这儿有线索。没有。您先交换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啊。我这是象。嗯，象的弱点。但是呢，我是觉得他。啊？不是，这没啥可交换的呀。要不你给我看一下，而且我感觉我这个很水。余杭 out， 摸脸。我感觉我这个很水。我，水得很，我这个。嗯。但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是真的吗？他那个是复印的，还有个模块。干嘛呀？我是真没想到，
但是他已经淘汰了呀，他已经。你没做？我做了。嗯。你找到线索了呀？六。你说这个吗？他指令线索我刚刚已经做了。他没有被淘汰。啊？他没有被淘汰。没有被淘汰，那我现在可以摸。你摸了脸，然后他没有被。但是，他的淘汰方式上写的就是摸脸了。假方式。大吗你？作假？你身份大吗？什么？身份大吗？我身份很小。还有假线索呀！最后时间，哦，第一组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再来一次，左航淘汰。老师，老师给我一下，左航淘汰，身份失。那，给你一个。这个不可能是我们说的了吧？绝对不可能是我们说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哇，你是诗啊？我说了，我是呆那儿说的嘛，我是呆那儿说呀。刚才有人说你是诗，刚才。他们说的是狮子王，你信不信？刚才那个声音说左航 out 身份诗。我是听不出来是新声音长那样子还是还是啊你是真的真的假呀那不行我现在得给张几连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张几张几啊现在我不行了，我得给你连一下。万一我喊不，我不是你，我是诗啊。你是你也是你估计也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是玉涵，他现在在搞我，所以他估计他在找别人。他怎么搞？他搞也搞不到啊。现在第四个人玉等好多就是了。那他是？我说他肯定，他肯定会给别人说。刚才是左环，我当时他看到了他拿了那个这个线索就是玉涵的 out 方式就是摸脸。然后去找他，结果他是没 out 假的，他写的，不是写的，是打印的字儿，哎，是打印的吧？是打印的，回家擦肚子里吧。这个吧，这个，这真没看，这写着所有人的淘汰。哈哈，不是你这个看吗？哈哈。啊？确认你刚才是真的吗？好真呐、啊。你放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来说，它确实是存在的一张纸，对吧？它存在的意义很正确。我知道了。你要从唯心主义上来说呢，那我就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真还是牛吧。哎呦，不爽了！返回安全屋，门外不要斗殴，返回安全屋，公共区域不要械斗。组长不要泄露。安全屋不能打。安全屋。等一下，左航你不是死了吗？我是猫，有九条命，很正常，是不是？他是狮。约翰是什么？这可以 share， 这可以说吗？可以说。可以说。他是啥？可以说。为什么？那约翰是啥？或者你给一个人说。他是啥？先不说，玉涵是你下家吗？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好牌了呀，两个字。哦，那好牌了呀，他是狼狗，他是。我先说吧，今天呢，在白天呢，看到了一张线索，但是应该是一张假线索，然后后来呢，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就是大家在门口听见的，然后呢，而且这个线索特别的难找。难找，特别难找，找不到，找又找不到。
当时我在左航那里看到了一张线索，就是于涵的 out 方式是摸脸，当时我就去试了一下。他直接写于涵的 out 方式啊？ Yeah。 这里的信，有的信为什么不行？我一条信息非常重要，对大象来说非常重要。对大象来说啊？大象可以来找我，大象可以来找我，但我们不在一组啊。我是大象。你干嘛抢我身份？你是虎。哦，我是。我在那晃了五分钟，翻垃圾桶都翻了。不，没意思啊，我都不知道撕谁撕谁。感觉出去晃了一晃。你不是奥特？你不是狮子吗？搁那造假，左航。我是恐龙。他造假？我怎么个造假？他拿片纸手写。那个肯定是假的噻，应该看得出来。太信了，我都在搞忘了。直接撕，直接撕，逮着谁撕？没有，他们两个没有，我不想撕，我只是为了你和他一下。你想互撕？我不想撕。这个有点勇猛，主要是我们三个唯唯诺诺的。先找找线索。不是说找不到吗？他们说可以，能找，只是很难找。好，来撕。不要打打杀杀呀！不要，能不能和谐？走哪里？走哪里？脚步放轻。不要撕。哦，我先出去，我先出去。你先出去，你先出去。OK。你啊，那你就在这儿，你就不要动。好，我先走，我先走。现不是现在还在这？我不撕。我去服装间，我上厕所，我上厕所，我就在这儿，我去服装间。不要啊！不是谁？这个好厚，这个跟防弹衣一样，先穿上。这个跟防弹衣一样。开始了，我有闪。开始了吗？开始了，过来。哦，你在那儿啊？那我也来找一下。叮叮叮，这他们都穿这件衣服。不要撕，你撕了有啥子用？那样我抬不了了呀。那我先说呀，聪明点。哦，听我一句劝。我告诉你哪儿有，你说，服装间。好，这件可以，先套上，安全一点。哇，这个大衣，谁再撕得下来我？我真的，我今天跟他姓。找线索，我们首要任务。你是什么？我在找线索。我那边已经。你先请。好。跟我说个线索呀。我有傻。我有傻。你杀不了我。哎，别，我可以跟你说。什么？不是，等一下。我想的是想跟你结盟。都是。我谁也撕不过，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啥话？啊，我可以你结盟。啊，可以结盟，可以结盟、啊。那就以诚相待，好吧？嗯。我是狗。啊。你呢？我不知道。嗯。你真的是狗？啊？让我确认一下。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狗哎。你真的是狗？我不知道啊。那就撕吧。对吧？开始了吗？但你要触发条件啊，是吧？我知道啊。可以结盟，我们让这个食物链推不动，对不对？我不。我要找下家，我找到了。但你要触发条件，但你现在没条件啊，你名牌也在我这儿。
但我知道你是我下家的。我知道。好刺激啊！我受不了了，我心脏不好。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所长是说吧，你现在逃话也不知。难着我的，那没必要啊。要不，你干脆在这儿，自己这儿，先保管。这样吧，联盟部。我跟你说了，我要联盟，你又主要是我一直踩着我撕。但我得确定你是不是真心的。真的，这是真的。刚刚想试探。因为你现在受伤着。刚刚想试探。不是我们俩，你说现在张泽宇和张俊豪，张俊豪，我觉得他是像张泽宇，他肯定不是很大，要么是我下家，要么就是那我不行，可以，我找到信息我就跟你分享。我，你先去找书记，我再去私人。好，我去把书记，我去把张泽宇私人。林博。真的联盟好，那个线索真的难找啊！哎呀，当时总行我就信了，总行那个线索是不是也是这么小了？很大一张那线索，很大一张。你看到过呀？用我对象大吗？找不到啊，就找你那样。你看过呀？啊，他身上绝对有。我没有。绝对有，我没有。他绝对跟他有关系的，绝对有，肯定是他自己的。我没有。等会给他找出来。你看现在不说话的是谁？他心很虚，你知道吗？他心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一张，看到没有？他找到了，看到没有？你说我干什么？我说了，我刚才说嘛，我找到了一张，我给左航看了，你知道你主要逻辑了吧？对，他给我一张假的，所以他骗我。对，我来撕你。对。提示二，现在场外的线索卡还有四张以上。提示二，现在场外的线索卡还有四张以上。什么呀？我们俩不要撕哈！我们俩不要撕哈！不撕！朱杰来了，朱杰来了！你干嘛？哎，别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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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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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撕，我不撕，我不撕！不撕，不撕！不撕！我来找线索卡！我不撕，我不撕，我不撕！不撕，不撕！不撕！我来找线索卡！我给你撕。穿了一件衣服，撕了，可以拿回来。我不知道逃了多少人。不是你没有我逃的方法，你要防。还是要大方一点，不能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张俊豪是啥？你往那边点。你俩为什么要穿衣服啊？因为很怕，还是要大方一点，不能唯唯诺诺的。不怕，我不死你。那你还是往那边点。我有点怕你，我坐着。OK。找不到了，快撕了。什么？你们是找不到的。你俩找到了？你猜。他告诉要撕你哦，谁说你要撕我？线索，你找到线索了啊？你是什么吗？你猜，你是我下家。我是你下家？对。你有动作吗？我呀，我确认一下。啊，我是你下家。那你是啥？我知道你是啥。
我是你下家，我是你下家，我知道。我是你下家，你说你有没有动作？我在考虑。还没有，还没有动作。你还没有动作？对。好。你是啥嘛？那你找动作你来撕我嘛，反正你现在撕了没用。反正我是你下家。咱看看。我反正是你下家，你找个动作你再来撕我，你好撕一点，你现在费体力没用。你是鼠？我是你下家，反正。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你找动作再来撕我。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你如果觉得我是鼠，那你就是狗啊。就你不管你假如你是狗，我真是鼠，你没有动作你也撕不了我。我知道。你还不找个动作再来撕我？找不到。对啊。你看你那个字迹飘不飘逸？张泽宇是鼠。真的吓人，还是要大方一点啊，不能唯唯诺诺的。其实我是朱日新，我穿这个防弹衣还是多轻松的，刚被偷袭了。恩仔是朱日新，知道他是什么吗？去找恩仔了。我去找恩仔。OK。恩仔怎的？我不晓得他身份。我不怕你了。我知道。朱日新肯定跟你说啥。你俩都找到线索了。朱日新是狼，张俊宏是狗。你找到线索了？没有。我的闪。保命的。好复杂呀、啊。还去搞了件风衣。我一张线索都没找到。张泽宇 out。朱志新 out。全员 out。全员 out。返回安全屋。返回安全屋。你找到线索了吗？张宇豪，我建议你别动我。你找到线索了吗？建议你别动我。啊？为什么？返回安全屋。啊？你是什么？你是狗吗？有一个线索在会所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线索在会所里面。有两个线索在左航身上。无没完没了了。有八个线索。你怎么不说我有九个？左航有九个线索。六。左航有96个线索。哎呀，给呀！我操，张你声音好像啊！张你声音好像啊，简直一模一样。朱志新 out。你怎么又来了？你找到线索了吗？这你又不知道我动作，我又不怕。你知道我动作吗？你猜。你说一下，我看对不对？我知道我你知道个，你不没有不知道？那你过来干嘛？不是，我说你不知道你的动作是什么？我知道。你不知道？哇 ，OK。那你说我动作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我真是。我的动作我肯定知道是什么、啊。你就知道动作是什么 ？OK。我是你下家。对。啊。你是鼠。你是狗。对。为什么你不能是狼呢？我为什么是狼呢？朱继新，对，他是狼。张泽宇，现在就张泽宇不知道。对呀、啊，那你就撕他呀。叫什么？那你是下家。啊？你是下家？什么意思？左航。你可以猜我是不是吗 ？OK。你现在要撕我啊？对。你有动作了？对。你刚才过去圈就有动作了？你猜？你在哪找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这么多，你是啥？啊，我是他下家。他是鼠，啊，他是鼠。你是鼠，你怎么可能是他下家？他说他要撕我，他说我是他下家，他说我是鼠，然后他说他找到我动作了，他要撕我。你是什么张俊豪？啊，你是什么？猜。你这样就不可能是我上家。啊，那你是不是鼠吗？你是不是狼？你猜。你猜这种我们俩不可能互相说，你何必撕呢？我只是因为其他人我都撕过了。其他人都撕过了，你撕我也没必要啊。所以说我就猜你应该是鼠。那也不差我这一个，你可以猜。你想我们四个肯定有上下关系。对，你是狼，而且是连着的啊。你猜。你还要撕我？小兔崽子想撕我？你撕我有什么用？我又没线索。你应该撕左航啊。
跟你说了没有？没有走、啊、那么多线索，我们三个人塞一个，把麦关了吧。跟你说了没有？你看完事儿了过后，是不是找苏笑出去对了一下？那有可能就对一下手上的线索。为什么没有找我？为什么不找我出去对？因为我身上就没有线索，你知道吧？没有线索就不会来找我对，不会找我对的，然后就意味着我没有线索，你知道吧？意味着我失手。坏了，现在我必须找到自己的线索，不然就完了。OK， 那我去找线索。拜拜。OK， 一起。拍拍背给你，我怕你背难受。不要发生肢体，安全不是犯规，犯规，犯规，安全不。不是安全屋就没个管事儿的吗？安全屋兄弟，安全屋没有管事儿的。安全屋，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屋？已经不安全了。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他只是叫安全屋。他只是叫安全屋，没办法了。你看这是线索，没办法了，兄弟。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屋？哎呀，把我下来！来来来，哪边的人过来哈？不是，这属于犯规玩法了。我的规矩在这边，这属于犯规玩法。我脚还在安全屋里面，直接不要动，我脚还在。哎，算了，我不。没办法，子豪，你那波太遭仇恨了。我跟你说，我真没有，我是真的没有。你是真的有啊？这边我真的全找过了，一个都没有。哎呀，你不要老跟着我呀！哎，因为我自己找没有头绪。谁找到线索了？我真没有线索。恩仔，恩仔有线索？绝对有啊！现在我一张都没找到，五到二、五到三找完了。看这个有什么用吗？我先说吧。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定啊！我反正一张没找到。你找到什么了？我一张也没找到。你找到什么了？我啥也没找到。恩仔，恩仔，肯定找到了呀。恩仔、啊，你找谁的了？我啥也没找到啊。那朱如新找到的呀。我感觉张泽宇找到了，他不想说。成员们，时间还剩5分钟。然后就来问我了。有线索吗？没有，他是不是播了？对，他说有人也找到线索了。谁找的？不知道。我现在线索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长什么样？那个厕所旁边那个小隔间我也去了，都没有。他这么说，我觉得肯定是人在。啥也没有。你的线索是什么？关于谁的呀？我啥线索都没找到。关于谁的？什么关于谁的？关于是角色线索还是动作线索？我没找到线索，我怎么有线索啊？你找到线索了。OK。提醒五，场上已经超过一位成员找到线索卡。提醒五，场上已经超过一位成员找到线索卡。你是不是找到了？张泽宇找到了，我没找到。朱子晴啊，然后朱子晴，朱子晴，在这儿。你在哪儿？我在这儿。老师。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是下对上的话，他把他撕了，但知道他的淘汰，可以把他淘汰吗？淘汰不了，你还想以小吃大呀？线索长什么样？我真找不到了。提
线五，场上已经超过一位成员找到线索卡。啊，这里面没有我。你确定？我感觉能够像你啊。因为我之前骗多了的嘛，我又不是全都会说谎话，我也不可能全都说真话。雪儿，不是这种找不到的线索，就是你听我说，我这种找不到的线索没必要骗你啊。我如果找到了，我不告诉你就行了呀。我说我找到了，我是真没找到，我才说不找不到的。那谁找到了？我怎么知道？反正我绝对是没找到。他查过烟，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起码两个人啊。你俩找没找到吗？你啊？我们这就三个人。对啊，我真没找到，还剩最后三张。那你咋？找到两个多呀，还剩三张。他说一开始说四张以上。你找到几张？我一张没有。不是，我骗你干嘛嘛？我如果找到了，我不告诉你就好了嘛。你找到了？我真没找到。我找到一张，他肯定找到，我只找到一张。我也找到了，你找到了，你的上级，看，看，看，想说他也找到了，那就说明他找到不是我的淘汰方法，他肯定找到的是张志豪或者，要么张志豪，要么张泽宇，差不多，我觉得张泽宇肯定有一张。你找到几张？啊，我没找到。大哥，还已经有五张找到了。找到五张，那可能他一个人五张。张泽宇起码有一张。他有可能找到。他说现在有两，他的嘴有两个人都找到了。对呀、啊，他绝对有一张。张泽宇肯定有一张，我们三个之间的。张泽宇，他应该是宝。那他一直在找。我想，不怕他在我们那组，他就不怕呀。对，他是最大。但他为啥不来死我们呢？那就证明他要没有，肯定都没有找到我，都是我的，都是淘汰盘的方法，要不然他肯定来抓我了呀。他有可能是，他必须要那个淘汰方法才能死完之后做那个动作。时间到，请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时间到，请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之前长这个样子，麻烦了，两个人还穿衣服，要从里面往外面撕。我啥也没找到，我找了舞蹈三、舞蹈二，没了。这箱子，这构建思维，看到了太多东西了。我撕了一个人。我刚才不说撕两个吗？我说我爆一个，我刚才我说是爆一个。他先爆一个，爆一个。我撕张俊豪，他是狼。狼人呐、啊，都是平民。我也撕了两个，但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撕了两个。被迫也可以撕两个，极限一换一啊，一换二他那个撕。我报朱日新吧。朱日新，这是狗啊？你确定不是？你是狗啊？张乔说我不是狼、啊。我现在很害怕张泽宇，因为他现在线索很多。他绝对好像啊，这怎么可能没线？找到自己的烧脑出发点，烧那边去点，我去那边，我再把舞蹈三搜刮一遍。张子宇刚刚是不是在他自己房间找到了？开始了，我们说直接一点啊！你有线索没有？我没有，我绝对没有。我有了，我何必不说呢？我可以跟别人换的嘛。我绝对没有，一张没有。那就顶多一个人就两张，然后有四个人有，然后有三个人是一张，有一个人是两张。成员们准备倒计时五分钟，现在开始。成员们准备倒计时五分钟，现在开始。张俊豪呢？啊，去死！张泽宇，张泽宇，他死了，看一下他，在哪？就直接上去。直接上。
咋子啊？你哪知道护眼是啥吗？不是，你哪知道护眼是啥吗？不知道。那为什么死我了呀？让你得注意。现在有四个人找到线索了，我也想知道他是啥。咋的？我就让我分到线索，要找死。我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抱和巷里边一个？这是我的安全屋，这是我的安全屋。完了。现在有一个很怕的点就是什么，就是我，因为刚刚在那个安全室的时候，恩仔他问我，他说他要保我，因为刚朱鑫他其实没有报我真实身份，然后恩仔他也没有说我是猫，所以说我现在很懵，脑子转不过来了，又回到上次的情形了。那有一个线索，那有一个线索，刚才有个线索放在那个纸。大象 out。大象，感觉要死起来啊！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你说他跑还没用啊，这不是？来，咱俩交换一下。交换啥？他反正知道我了，对吧？你是他呀。实际上是大象啊。他们那组肯定有个大象。你为什么要给大象说？啊？你为什么要给苏笑说？苏笑大象。这是苏笑给我看的，对吧？他这个谁信都不知道。苏笑给你看的。对啊。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对，我给左航一张。你给他的一张。你为什么要给他看？抓住大象。我给他看什么？不，他为什么要给你看？十秒钟。不晓得。可能我看起来不太可能我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来。又剩在一起了，还是我。张泽宇，你是啥呀？啥呀？我不是你下家。啊？你不是我下家，你知道我是啥吗？啊？那就不吃他了，算了。他说他不是我下家，他知道我是什么。你是啥？你是啥？我像。你把右上那个给张飞，你把那个我的给张飞。我不知道他看不看见，反正我是一张都没有。我早就是你是张泽宇的话。我就应该直接给你，你到时候撕的时候，你直接在张嘴上去脖子上涂一下，他就死掉了。你把他撕的时候，你到时候你撕他的时候，你在他身上涂一下，你就死了。OK， 你有什么线索？我撕不了他，是不是？
对对，他是我，你应该给他，他是他是你，什么意思？因为你要不你就给，对啊，我只能是你，对啊，我不能反过来撕。那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但是你不是像，你不像，你可以撕，你可以，他只能真的了。哦，你现在有线索了吗？啊？你现在有线索了？没有，我刚撕了个人。谁？张吉。你能说他是什么吗？他反正跟你搭不到边儿。你是什么吗？啊，你是狼啊。啊。你先看，能说就说。哎，我搞错了。哎呀，我怎么搞错了呀？哎呀，我搞错了。哦，你有线索吗？没有。你真没有？假线索。你真没有？没有。该不该信你？找到啥？来了，来了。他把你撕了。啊。他把你撕了。嗯。他把我撕了。互撕啊。你们是啥？你是啥？反正我俩跟你都搭不到边儿。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动作是什么。嗯。知道下家，但是动作不知道是什么。我要找人交易，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跟你思想是报，或者是。耶？都在这儿。嗯。这干嘛呀？那样是不是应该撕掉？我撕他？我走了，你俩反正肯定。时间还剩一分半。我以为是什么东西。耶，有意思。张宇，哎哎，我不撕你啊！你我现在有，你应该反正撕不了，撕不了。对，但是我有东西给你，我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我淘汰。嗯啊。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了，你有什么东西吗？我就一个，我刚才真的找不到的，我可以跟你交换一下。但我的跟你应该不搭边。你跟我不搭边吗？我是猫的。你是猫的啊？看你想不想要。那你知道他们谁是什么吗？猪心应该是狗，然后木尘应该是猫。狗在猫上面是不是？狗在猫上面。哦，狗在猫上面。你的这个就是你拿着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淘汰方式是，你是鼠吗？啊，什么？你嗅觉很灵敏，就在你脖子上涂一下，你就嗝屁，然后你就 out 了。啊，然后把你撕了，然后涂一下你脖子，你就 out。哦，我这个是猫的，你看嘛，猫是怕水，水沾到名牌就那个啥。张振宇，快去抓张杰，抓住他的耳朵，十秒钟。这一分半好漫长，这一分半抵十分钟。现在是想躲避吗？对啊，就是你不能让别人把这个涂到你脖子上。嗯，把你撕被撕的时候涂到你脖子上。那我走了。OK， 感谢。回来了吗？你没听到我们说话吗？抓耳朵，张吉，张吉是大象，我们已经给你理出来了。对，抓耳朵十秒钟了，慢点，一会儿没有淘汰机会了，快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象？好吧，那你去，那你快去，那你总得知道抓住耳朵十秒噻。为什么我就是鼠呢？为好，那没事拜拜没事拜拜，你走吧，你是战斗机，歼20你是。赵张杰，时间还剩30秒，时间还剩30秒，30秒还长，没说30秒来不及了耶，这30秒有点长了，30秒来不及了，找不到。
请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没事，至少找到一个。我看走到你的出发点啊，出发点。我去那边吧。那我就找这边。主要是石像有猫，有猫的。石像要么有猫的，要么有你的。我是狗。对，它要么有你的投胎方式，要么有木子神的投胎方式。那他说，哦，对，他跟海哥说要跟我。但是你没有。没有什么。那个线索。我没有。对。所以说我现在想去找线索，我至少起码要拿到一个线索才能跟他聊。我有他的，但是我肯定不能给他。对啊，所以你就自己留着，你先找。哎，但是我可以给他，给他我，因为我记得到。看，反正这个看你自己，这个看你自己。我还是先自己找线索，我先找一下，想我至少要有能有一个条件才能跟他们谈条件。要我啥都没有，绝对不给。你现在有头绪吗？没有。我知道我该吃谁，但是我知道我该吃谁，但是我没有用时间频道吃不了。我感觉这些地方已经被找烂了，都快了。对呀，我真的服了呀。我都要找吐了，这些地方。看他们都是我自己狼被淘汰的方式，我感到。什么现在？你知道吗？现在我跟你说，但是千万不能再说，不能再说我是狗，不然我这个狗知道，不然这个顺序绝对被打乱，我们三个都要回。然后我现在没想到这个藏好了。又找到两张，那又找到了，你先问。少碰点。我现在就像有一种感觉，就像老鼠，然后它这里是猫，它是猫，然后它是它是狮子，然后还是女主角雨涵，是信号。你是什么？我是老虎，我不是。那找谁呢？他跟猫要找的人。我找你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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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迪。谁的？他干嘛？对呀，对呀，知道这个。都是你的下级，什么？不是的，那个狮子的，哎，都怎么给大象？要不你把我的先给我，我们先交换。那看你们自己给我交换。主要是我们肯定也抓，因为我们这个对对，我们肯定。那没必要找的。所有线索卡都被找到。提示：所有线索卡都被找到。找到了？没有。你也没有？我们三个刚刚在一起了。你找的吗？那我应该是快嘎了吧？啊？我没找到啊，我就是。小黄，钟仙儿。哎，没事，我们不奢求要你什么，反正我们也死不了。爆的线索有在你们手里的不？啊？爆的线索有在你们手里的不？啊？爆的线索？他找到了。你们三个在一起的卡片找到了，他不是他找到，还是谁找到？摄像老师找的吗？没有找到卡片，主要是爆、啊。对啊，我们这儿有。那玉涵是虎。对啊。谁有就说谁有。谁有爆的？对。我没有。我也没有。就他们吧。那都。那你有吗？张迪绝对没有。你是不是有？你猜。我可以有个东西可以跟你换，你要不要？可以啊。没，马上。恩仔，把卡给我，把那个卡给我。把那个卡给我。现在。不是，那我的呢？啊？这我刚给你的那张呢？我这人我肯定不能把我的给他呀。那你先给我。
药水，涂药水。药水在哪儿？怎么死啊？我怎么知道？过来。孙乔过来一下呗。啊？你要干嘛？我不干嘛。你都邀请别人了，别人不能邀请我吗？我是发的。你是狮子。对的。你是狮子的。你爆。狮子的。脑袋里面是有豹子的。没有。So, YOUWILLBELIKETHEIM你信了呀？不在我们这，没事，把孙耀淘汰了行。现在他不安全，我吧。我看一下。啊，等一下，我们俩先交易完，然后再跟你们说，可以吧？哎，怎么都串了？走吧，我们现在他不在安全屋。啊，他现在不在安全屋。啊。先别，我还跟他没有交友啊！哎哎哎，先别，先别，先别，找线索，啥也没找到。然后碰了，跟他们碰了很多次面。对，我跟他一样。然后我还找到我的上家，然后我还去躲避我的上家。啊，我的上家就于涵呢。他是老虎，我是豹子。现在不都明拍玩吗？只是不知道线索，只是不知道淘汰。他是猫，他是狼，我是豹，他是鼠，他是狗，他是象，他是狮，他是虎。Unbelievable, amazing。我本来是拿我的给恩仔交换的，然后后面我过来问走魂的线索，本来想换张走魂的线索的。然后呢，我就想我手上的是狮子的，我就找个大象。然后呢，张吉确实过去了，但他过去的时候把我骗了，我当时就懵了。然后估计他先给我以为他不会先给我看那个卡，因为他上来的时候掏了个卡给我看的。张吉说的，你猜，其实张吉说的，你是不是有？你猜。当时不是出去谈了吗？当时呢，刚好正准备交接仪式。小姑，你为什么会找小姑呢？啊，因为我就是盲猜，就随机挑了一个，就感觉他哎，结果找了巧了，我刚好有一个跟他有关系，就对。那你们交接成功了吗？没交接成功。我是狗或者其他一个。我感觉朱星和恩仔有问题。对，朱星、恩仔和我都这么给你暴露了，你还说你又可以私下来给我看，就是结了盟的，这么萌啊？那肯定就是很萌，肯定就是有两个人不对啊，我们猜的。还有这么深的萌，好萌啊！这么萌，梁山好汉吗？这么萌。好，每个角落你们都可以啊。好，不要离开安全屋。我会找你。你好，你好，包包一摸，啥子没得？看看你的，我有一张。看看你的，对我很重要，对你很重要。暴狼，对。暴狼狗，我有这个。猫啊，没事，你先帮我绑，先把老虎给灭了，我先把狮子给我灭了，因为我怕它灭我呀。啊。嗯，你也装队友的，来，我开局就是你，我开局到现在一张没摸，我身上一张都没有，我已经看到了，放回去。你有两个是不是？
嗯，你有两个是不是？但是跟你没关系。有两个。那我看一眼就放了回去那。你插什么？我没有跟你没关系。你插什么？哎，你下面是狗哼是吗？啊，狗哼吗？你下面是狗哼吗？我可以完全直接插，就插一个。你变成猫了？变成猫了？猫是那个什么？现在不，主要是我现在只有一次机会，我不确定他们两个的顺序。你知道怎么淘汰你吗？那就知道啊。那你知道我的吗？那你知道我的吗？什么意思？我说我怕。你也没说他的。嗯。好的。我看我。嗯。好的，你也没有。先带着。猫的是猫怕水，只要它名牌上沾水就可以。是，你倒是不能对猪猪心会水果。你弄的没看。猫喝多了。但是你可贴在身上。我很倔强，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淘汰别人。我倔强。你下家是猫？什么下家是猫？你下家是猫？我是狗。我知道他的。你知道他的？那我又没东西跟你交换，你凭什么告诉我？那你不想淘汰人呢？我比较倔强，我喜欢坐着。就是这样。或者你要跟我说也可以。只要他现在知道我的，我把你他的告诉你。那你跟我说。那你先给我看一下你的。那算了，那我还是倔强。不是，我有能杀他的，你就给我看，我又杀不到你。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看一下。这样，我写的第一个是御寒，御寒是那个是它这个药水喷到它那个名牌上。我第二个写的左行，左行是豹，豹就不需要道具了，就是就豹啊，豹，那我就打了，是啊。还有四秒，好，我搞了。我第一个是张吉，揪耳朵，然后是苏一浩，这样是挠痒，挠十秒啊！你是不是不怕痒啊？我是张俊豪和张泽宇，然后是用被沾湿的名牌贴在他的身上。他是狗，恩仔。狗能淘汰狼？他不，他是猫。张俊豪是猫。OK。张泽宇是用风云巾。打在他的脖子上，还剩一个了呀？还有左航呢？啊，左航，我倒死了。林仔，是水果。他还有个更大的在这边。